唉，过年食到成个肚腩凸晒出嚟，李欣又唔愿喐，又唔想做运动，但系为咗减咗呢两嚿萝卜糕，唉，冇办法啦。同你讲啊，呢度边个可以投过我雪姨嘅掌心啊？喂喂喂，唔好影下面啊！虽然系咁讲啫，但系呢个场间唔中都有啲新女出现嘅。等我雪姨嚟会一会你啦。哼，上围方便，我自己本身都顶到上喉咙噶。唉，真冇眼睇啊！块 M 巾又硬住又现晒形啊！虽然系咁，但系讲到跑步，我又点会输俾佢啊？喂喂喂喂，呢条女做得咁鬼轻松，条裤又咁贴，唔多似你 M 喎。拍广告咩？使乜揈到咁行啊？如果唔系今朝我瞓礼镜，我揈水发过你睇都得啊！等我睇下佢身为啲咩先？咦 ，M 巾？金丝雀。Sorry， 我忍唔住要唱歌嚟歌中佢，因为我而家就好似冇你 M 一样，贴到跟住我嘅 body curve 咁喐，就好似融为一体啊！究竟佢做咩法宝呢？今次雪姨想同大家分享，究竟做 gym 要带啲乜嘢呢？第一样嘢必须要带嘅就系自己嘅洗头水同埋出门啦。点解呢？因为大部分嘅 gym room 只会提供洗头水，而嗰啲洗头水咧会洗到雪姨嘅头发又硬又干。你知雪姨呢啲少女嚟噶嘛？必须要保持住最佳嘅状态，而且咧出嚟街跑嘅时候咧晒太阳啊、流汗啊，都会刺激到头皮咧特别容易出油噶。所以咧呢排我就特别中意用 Head and Shoulders。全新的至美洗护系列，它入面就有摩洛哥天然坚果乳和兰花的精华，用了之后，哼，不得了，头发天然有光泽，而且深层滋养，我的头皮还健康了。第二个我就想讲小剧场入面的情况，来 M 做运动是非常之麻烦的，一来你会 feel 到入面有 M 巾在这里硬住，二来你做大动作的时候又怕它渗漏，三来我们做 gym 的运动裤是非常之贴身，你又很怕 M 巾会现形。这排我就用一只高科技的卫生巾，它就是 Whisper 的 Infinity 液体卫生巾，它的质地就好像记忆棉咁贴，好 body fit， 就好似识得顺住你嘅身体摆动咁样咧，唔俾佢漏嘅。同埋咧，佢 even 做啲大动作嗰阵时候例如系我哋做抬腿啦、push up 啊嗰阵时嘅动作咧，都唔使惊佢渗漏。佢完全咧好似用咗等于冇用一样，佢系完全唔觉得嚟 M 嘅。特别系适合咧我哋成日做户外运动，例如系街跑嗰阵时啦。咁你跑跑下唔使成日搵厕所换啊嘛。第三样嘢咧，做 gym 必须要带咧就系 earphone 啦。点解呢？因为咧，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，做 gym 平时咧有好多男人咧围绕你身边隔篱，可能就系围绕我身边啦。我唔知道你哋点睇啦。咁咧去侧边隔篱举哑铃啊，做 push up 啊，咁会发出一啲好诱人嘅呻吟声。虽然雪姨话俾你听，好想及，雪姨有咩未见过啱啱先，但系咧，哼，我要保持专心同埋高傲嘅状态，所以我必须一定要带住 earphone 就可以听自己最中意嘅音乐，同埋可以专心跑步啦。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今次嘅雪姨小剧场呢？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记得 subscribe 雪姨嘅 YouTube，follow 我 Instagram， 同埋 like 我嘅 page 啦，拜拜。